童星出身的金保罗出道多年来累积了不少作品，在前年以《天空之城》挥那一角打开了知名度，社群网站上经常分享一张又一张超有氛围的美照。基于他 PO 出的新贴文，透露为了新戏改变了发色，换上了亮眼梦幻的粉色头发，一系列照片让粉丝忍不住惊呼，还以为是雪莉。原本五官就十分相似的两人，尤其眼睛和嘴巴更是超级像，正好雪莉以前也染过粉色头发，才让粉丝看着金保罗的照片一秒想起雪莉。其实就连当时世人都曾经认证过两人的撞脸程度，雪莉生前就曾经 po 过两人合照，还表示两人的个性就跟脸蛋一样很相似，让他们自己都觉得相当神奇啊。而14日也正好是雪莉逝世一周年忌日，让粉丝看了照片更加感叹，希望雪莉在天上过得好啊。